Hello 呀，呼呼，晚上好呀。什么？谢谢七个我的糖果。妆现在都化的差不多了，本来这里嘴巴这里那个妆还挺浓的，然后这里本来是一个写着一个 help，然后现在什么都没了。眼睛怎么了？效果。怎么还要求主播打人的呀？这是什么奇怪的要求，家人们？我们来一点，BGM 毕竟是万圣节，对不对？万圣节时期，左右眼不一样，左右眼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样的棕色。谢谢卑微哥的恶魔头饰，谢谢周炯的玫瑰花。看宝贝，给我整害羞了，谢谢。怎么感觉有点暗暗的？等一下，我调一个。我的屏幕太暗了。谢谢西蒙兔兔子的恶魔头饰。今天的万圣节妆容就是大家显而易见了，显而易见都知道我是什么角色，对吧？显而易见都知道我是卖面包的，笑死！我是卖面包，虽然不想承认。什么角色？哎，其实就是那种黑心，就是那种病娇护士的感觉吧。今天有点那种感觉。Hello 呀，晚上好呀，卖包子。卖包子的穿成这样吗，家人们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天头刘海就油成这样。哈哈，Hi beautiful 周佩西，笑死！我的妆都脱的差不多了，今天真的很怎么说很。就是今天工作时间你看6个小时，然后妆都差不多，他一点都不上色，真的，我撕开的时候他什么都没贴上，感觉他不上色。因为我刚刚紧急的补救了一下，啊，对对对。因为我就是自己给自己想营造那种，因为我不是自拍的时候嘛，我自拍的时候，然后我看到镜子里面有我的倒，就是我的那个印象嘛，然后我就突发奇想，就是想着说，如果我拍一张我的照片，然后镜子里面的人在看我，会是怎样的？对，所以就有了那一张照片。5分钟啊，纹身贴都没有这么久。这也太久了吧，感觉像，比 bubble 的那个贴纸的话就很快。谢谢玛雅新的3个荧光棒，还以为是自己修的，确实是自己修的，不然呢？谁帮我修？斯巴专门的修图师帮我修的。你喝太多了也不清醒，我不清醒是因为我昨天没怎么睡，你怎么是？
最近就是万圣节主题。哎呦！干嘛去玩黑哟？美图秀秀一键大法好。嗯，那个还是要抠图什么的，就是为了看起来自然一些，就是尽量拍照的时候，我可以教大家，就是你拍照的时候尽量就保持就是人不要动，然后拍两张，一张是你看着对着镜头，一张是你对着镜子里面，对，这种就比较好拍一些。见到你太开心了，就去喝酒。我怎么没有感受到你的开心？感觉你走得非常的匆忙。万圣节不吓人有什么意思？是不是万圣节就是要吓人一些？万圣节的气氛 you know 今天大家都盛装打扮，感觉就是各种各样的风格都有，然后都挺有意思的，为万圣节主题见面会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开头。对，就是可能现场见到的人会更有触感一些吧，就是亲眼看到会觉得说真的是大家都很认真的去准备了。羡慕现场的，对对对，现场的人就是觉得挺好的，可以看到很多小偶像的那种不同的装扮。其他不让你走你能怎么办？姐姐，这个你都要让我告诉你吗？羡慕羡慕羡慕你的这个，配上你的这个，当我知道你的那个后面那个表情符号是什么意思之后，我就觉得好好笑。看不出来亮姐是这样的风格呀。就是对，你今天是唯一一个给我糖的，虽然应该我给大家糖，但是我其实我觉得他们亲手做的真的很厉害。什么风格我也不知道。谢谢西蒙兔兔子的糖果，只喜欢我，只喜欢我，我也不会信。看了鸡对公演，应该不是鸡对吧，是 N 对吧， N 岁的公演吧，是不是，是 N 岁的公演吧。今天晚上没吃晚饭，但是我如果现在吃的话明天铁定会肿。错付了错付了，你又错付了，你自己说的呀，什么你要去看看其他的差不差什么的。哎呀，是不是平时看鸡看太多了，不小心都打错了。就是少摸一点刘海，就是平时我建议，因为你越摸它就是越油。谢谢吕小树的恶魔头饰。周老师为什么这么喜欢叫我老师？太可怕了。其实我是想扮吸血鬼来着，但是吸血鬼的衣服不知道要怎样穿才好。明天什么站位？正常的16号站位。啊，说起来这个，想到了一些还没有做完的事情。有个牙齿就好。
没有妆容什么的都要，就是我觉得吸血鬼的妆容的 point 就是红红的感觉，九原剑。今天我的造型就很简单，就是麻花辫，白啊！确实，那这个就把我淘汰掉了。所以这就是我这就是我不 cos 吸血鬼的原因，太黑了。万圣节衣服上公演，是的。刚刚好你。但是戴眼罩真的，如果你突然就是只用一只眼睛看，是就是看用视野去看的话，你会非常的不习惯。就是我今天只戴一只眼罩的时候，我就几乎就是看不清的。后面我就直接就是实在是受不了，我直接把它全部摘掉了。睡衣就是我穿出去，我今天穿去上班了。你说它是睡衣？它是一个衬衫，然后它领子太大了，我今天穿的时候才发现。然后它是这样子的，斜下去的。习惯下就好，你的意思是让我习惯独眼看世界吗？这个我怎么习惯？其实我觉得来沃超差的大家其实也可以就是 cos 一下，毕竟是万圣节主题，对不对？万圣节主题的话，不仅仅是超差可以装扮，大家也可以装扮，就是所有人都可以感受一下万圣节的气氛，会更有意思一些。然后其实呢，我们是就是好久好久之前吧，好像好几个星期之前，我江江然后小王我们几个就打算要一起去长隆玩，然后还就是有约晨晨，然后陈伟也约我明天去，然后我跟他说，我说一号去吧，一号去多好呀，因为小王他们明天晚上有公演去不了，但是晨晨被关在学校里面了，太惨了，太可怜了。对对对，就是一号想去，我都把票买好了，就是真的是非常的想去感受一下长隆万圣节的氛围。对对对，就是他们，我其实好像就是广州管的也很严，然后西安也是封校，但西安是真的有疫情，没有去的，是不是人山人海啊？你老婆真多呀。啊，确实他是随机播放的，玩开心，是的，要玩开心，要玩开心。大家有没有想去呢？长隆，我去长隆的话主要就是因为有这个万圣节主题，但是平时我是不会去的，因为那些游乐设施我是真的没有办法玩。版图可以准备去长隆啊，这个是私人 schedule 应该。但是我自己会拍照的，如果我去的话我肯定会自己拍照的。不敢不敢的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我去长隆是一件非常不值票价的事情，因为我可能一两个游乐设施我都玩不了。看一下还有什么比较符合万圣节的 music。 其实有没有发现红毛的大部分歌曲都很符合万圣节，就是那种暗黑童话的感觉，我很喜欢这种 feel。过山车 no， 欢乐谷应该和长隆差不多吧，感觉欢乐谷和长隆差不多样子，但欢乐谷不是只有长那个北京有是吗？北京还是上海有，反正北上广就是那种大型的
游乐场都有，所以这个就是北上广人比较方便的地方，是吗？欢乐谷、武汉、北京，还有哪里有？特别节目应该没有吧？所以说，如果不是这样的主题活动，就是我可能是真的不会去长隆的。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今天化的妆还不够恐怖，所以我在想，如果要去长隆的话，就是要化的更恐怖一些，对吧？完美和那里的 NPC 融为一体。为什么我说我今天有点不清醒呢？就是因为我现在头贼晕，就是我昨天几乎没怎么睡，大家不要学我，虽然我也不是自己想要不睡的。伤痕妆像被打了，反正都差不多吧，被打就是受伤嘛，就是想要表达受伤的意思。对，我是一只护士鬼。我们开玩笑的，就是我不是发朋友圈嘛，我说我万圣节本色出演 cos 我不用 cos， 本色出演穷鬼，笑死。睡少了吧？对啊，昨天几乎没睡，因为失眠真的很痛苦。所以大家不要学我，我等一下就是下播之后我都要去赶紧去卸妆洗澡睡觉。你昨天做噩梦了？我昨天只睡了一小会儿，所以没怎么做梦，但是我最近确实也经常做猎奇的梦，就很奇怪，一些那种光怪陆离的梦。天啊，我都不知道今天竟然卧了好久，可能因为今天没什么人找我，所以我就觉得时间很长。好像之前也有过这种和拆盘加握手这种，就是一起的，那时候也觉得时间也没有这么难熬，但今天可能也加上身体不舒服吧，然后觉得今天时间好久啊。你不知道我坐在那儿，天哪，我坐在那儿我感觉为什么时间过得这么慢。对啊，为什么一直在自动切 IU 的歌。家人们，我都不需要去搜其他团的歌，红毛的歌就完全把，就是可以把我的万圣节歌单包括了。在想明天要搞什么发型。坚持不住可以睡觉，还好还好，就是休息，刚休息了一小会儿，所以恢复了一点点精神。啊，我之前也从来没有趴过桌子，但我今天也趴了，因为实在是就是头很晕，而且也没有人找我，所以我就趴了一小会儿，就大概趴了十分钟左右，然后又醒了。嗯。Ice cream, drinking ice cream。其实我觉得在这样嘈杂的环境下其实也睡不着，而且你旁边有人来就是找你旁边的就是同事的话，其实你会因为人想要睡觉的时候感官会被放大嘛，所以你就会就是听到他们的谈话内容，但是其实我不是那种八卦的人，其实我不想听到，对，就是人家的隐私。你朋友好幽慢呀，握手会就是用来睡觉的。什么讲讲，没有什么讲讲的，就是我觉得人家谈话的内容我不想听，仅此而已。Ice cream, your screen, give me the ice cream。
对不对？反正我是这样的性格，不太喜欢听别人的谈话内容。在想明天要穿什么上台，算了，有什么穿什么吧。今天我不是我那个衣服一套大概是100来块钱吧，然后他们说很贵，我说啊这都很贵，然后他们说对啊，因为你只穿一次所以很贵，我说相比较我之前买的那些 cosplay 来说这个已经很便宜了，就是虽然只用穿一次，但是我大部分 cosplay 也是只穿一次，懂的都懂， coser 都懂，有些衣服可能你只穿一次你就啊，衣服是我自己买的，因为可以让公司分配，也可以自己买。然后我因为想要有想要出的角色，所以我自己买了。我一开始是想出那个动漫人物的，要戴假发那种还比较麻烦，但是后面觉得会不会太夸张？就是他那个白色的长发，然后还有黑色的翅膀，然后我觉得有点太繁琐了，然后就淘汰 pass 掉。租衣服，其实租衣服是只能租到那种热门角色，如果你想要那种冷门角色的话，就真的就只能你自己去买。我的 QQ 音乐它现在爱上了 IU、啊、原来如此，拿了红豆在想啊，真的明天又是早上起来，一定是我平时晚场太多了，我现在都不习惯早场了。对对对，很多衣服穿一次就出掉了，我懂。或者就是出不掉，然后就只能闲置，然后就摆着，就可浪费了。竟然不是今天握手会的妆容，是啊，是妆容没变，只是造型变了，然后我没穿那个衣服，我把它换掉了。握手会限定，对呀、啊，五场，但是五场也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下班早，对不对？总上夜班，突然上了白班也懵。西西有 CN 吗？有啊，还换过了不少，换过两三次吧。就是 coser 圈，就是别的行为不多，但是换 CN 这个事情还挺常见的。对，而且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更喜欢看五场一些，因为我看完的时候差不多五六点，然后我回家也刚刚好。我真的是一个比较佛系追星的人，就是可能如果是五场和晚场的话，我更喜欢五场一些。晚场状态好一些是真的没错，晚场的话就是脸会消肿一些，然后精神会回复的多一些，毕竟睡好了。像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整个人脸都是浮肿的，因为就没怎么睡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就感觉大家都没睡好昨天，然后就一起开玩笑说，只要有工作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睡。试过喝咖啡消肿吗？试过呀，就是喝冰美式，因为众所周知，冰美式比较消肿嘛，但是我喝了之后容易心悸，就是咖啡因对我来说还挺影响还挺大的，所以如果不是迫不得已的话，我很少喝咖啡。万圣节都这么紧张吗？对啊，大家都没怎么睡，就是用手指数还挺多人真的没睡好的。
这已经是你的代名词了，真的。这句话已经是你的在你的标识了。这不是广吧我最喜欢的周培熙吗？为什么他一进来你叫体超无奈啊？他们俩应该是两个人，我如果没说错的话。头发快点长长吧，拜托拜托。然后最近就是最近甜食吃的有点多，就是可能主食没怎么吃，但是吃甜食。哎，长发及腰，倒也没有那么长，就是希望可以长一些，不要太短，太短了造型也不好做。你们看，太短了。那是因为它长长了，一个月长长了，从这儿长到这儿，不然之前更短，就是什么造型都做不了，就是我连扎一个马尾哈，它都是只有一点点，所以我希望快点长长，快点长长，然后马上就要回学校了，就是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就是希望。学业不要那么繁重吧。战地护士不，我是专门给一些人打黑针的护士，就是只要被我打过针的人无一幸存。 Yes， 长长有啥秘诀吗？好好吃饭，然后读读书，早睡早起，然后就能长长。对呀，万圣节就是要恐怖啊，不然万圣节还给你甜甜蜜蜜的。 No， 我说 No， 万圣节就是让你毛骨悚然的感觉。学校辅导员怎么样？辅导员挺好的。护士不是白衣？是呀，我今天就穿的白衣。被打过针的人都会对我忠心不二，只推一个。那这个针腰，这个针有点魔力，是不是？下次大家来都让我扎一针。万圣节就是要糖果，就是要甜，好吧？确实，你有反图。啊，你拍了是吗？好像没有了耶，好像红毛的歌放完了，就是他的那种比较符合主题的，那我们就来放普通的歌吧。啊，还有一首 Monster。 哈哈哈哈，不要期待不要期待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可不上相了，可能因为还是不够瘦吧。没有大笑反图。早如果知道笑就是太过于夸张的话会是这样的字，我绝对不会那样想。随时随地都要就是维持表情管理，不然真的很多崩图，相机会替你记录你那一瞬间的样子，就是说明我不够瘦，所以我上镜才胖。那我对拍立得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拍立得上就是成像特别不好看。
Monster Emily 的 Monster。有个那种恶魔，西西多高？西西米八，哈哈，晋升到1.64米，但是我感觉我最近缩水了，自己左右脸哪比较好看？左脸，他们说因为是。左脸是情绪表达，就是因为你是右脑，好像是右脑控制左脸，所以左脸情绪表达会多一些，所以就会好看一些，还蛮有道理的。大部分人都是左脸比较好看，如果是右脸好看的人的话就非常的上镜，因为人就是因为成像问题嘛，是不是很专业大家？盲猜186，如果我186的话，会不会就是比很多人都要高，比很多聚都要高很多？张若宁旁边合影。啊，你是不是今天跟他合影的时候就是出问题了，就是好像没拍好啊？我1.64米，我还比一些聚聚高，我不信啊。女聚聚是可能，男聚聚的话我不信这微信没有女粉吗？有，应该是有的，只是说可能没有那么多。笑死我，总体粉丝都不是很多。没有哎，我第一张拍的是最好的，很好，很神奇。我今天第一张是我自我感觉就是拍的最好的，所以我有打破这个嘛。白制服，但是我第一张拍的还挺好的，我自我感觉就是第一张拍的还挺顺利的，反而是不知道为什么后面，下次第一个去拍，确实好像跟你两次跟你合的都不是很好看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下次你可以提前想一个动作，对。其实我对于这种合照的这种，就是要摆什么动作，不是非常有经验。这周合影竟然可以摘口罩，对，还挺神奇的。万年剪刀手啊，剪刀手比较经典，不会出错。但是如果想拍很有意思的照片的话，其实是可以就是想法多一些，比如说像今天的万圣节的话，就可以就是摆出很多比较就是恶搞的动作啊什么的。啊，穿深色的衣服，好的，有经验了。拍立得拍照有经验了。谢谢煮饭阿姨的六个真棒。看什么比赛？足球比赛吗？又到了一周一次看足球比赛的时候了。
电竞比赛，好吧，挺好的。我看今天大家忙死了，我朋友圈有一个人，他发了一张图，就是电脑看这个比赛，然后手机看那个比赛，意思是说今天有两个不同的平台同时在直播吗？还蛮好奇的。嗯，对，因为他们其实我第一次就是听的比较多，就是好像知道足球赛是一周一次，也是就是大家告诉我的，我都不知道这个足球赛是一周一次，然后还可以就是猜球，是这个说法吧。那有一些人他们赢了之后他们就很开心，有些人还因此就是发家致富，都在看比赛，电竞比赛嘛，盲猜。不过我猜你看电竞比赛，结果你在看足球赛。我刚刚猜那个人在看足球赛，结果他要去看电竞比赛，就是猜中率0%啊！果然十赌九输，好吧。明天要把三张合影用完，你要和谁合呀？明天是另外一波超差的主场，期待他们的表现。明天应该可以看到他们的造型。今天的大家我觉得都挺好的。明天是我现在觉得化妆对我来说真的很难，谁懂。啊，对了，谢谢你今天的柠檬茶。对，来问我的人就是我都发了，对，非常的有牌面。虽然你人不在，但是你心意到了，不亏不亏。期待明天我的公演。为什么你没有？因为你没来问我啊。对了，我跟你说，吕小树。我明明给你了，你自己不拿走，然后还说，那你之后再来问我的时候，然后让你拿走吧。结果你就一去不复返了。我当时还让 staff 说，哎，他走了吗？他走了吗？叫住他。结果你走了，你连隐形眼镜都不敢戴，为什么呀？脑子怎么了？脑子晕晕沉沉，浑浑噩噩。你今天没来问我呀，谢谢。嗯，谢谢韩诺的真棒，错过了奶茶，你没有错过，但是你忘记拿走了，我都递到你面前了。你没有来找我哦。就是虽然我今天握我的人很少，就是因为今天握我的人很少，所以我全都记得。想个办法翻墙，不要吧，不要吧！我今天从小金口中得知你是干什么之后，我对你瞬间就是肃然起敬。没想到外表看起来不正经的小兰同学，竟然是做着如此伟大的工作。笑死我！我之前还猜你是不是就是什么 police 之类的，背刺你，怎么算是背刺你？不愧是小兰，看起来一点都，没有没有，反正是个很好的职业。看，今天播到11:30吧，因为我今天真的头有点晕，然后我要去卸妆。对，今天带妆带了一整天，真的脸部状态真的很可怕，而且熬夜嘛，熬夜之后完全就是上不了粉，就是浮粉。我想知道为什么你的头像是这样子的呀？对啊，很不舒服哦。
而且眼睛也很不舒服，眼睛很难受，很干。你也太明目张胆了，我笑死。就是怎么说呢，挺好的，真的挺好的。今天有个监考老师背影好像你，哇哦，那你有没有就是觉得分心呢？对啊，我会戴双眼皮贴，每天都会，不是每次化妆都会戴，为了更好看一些。谢谢小蓝的糖，然后恶魔头饰，还有奶茶，留了一杯给自己，刚好剩一杯，然后我就带回来了。对，谢谢小蓝，谢谢小金，谢谢你们两个。就我好像听说下周也还是，好像这个拆盘一旦开始了，就会一直一直拆，一直一直拆。所以，没有办法见到的人也没关系，机会多的是。降价了是吗？嗨，什么虫？小虫？什么小飞虫？我不知道，反正很可怕。飞的还是在那儿爬？我才是嗯哼哼哼。当然没有啊，好多只，我跟你说，我都要找姐姐了。好多只？嗯，我去找阿姨吧。现在呢？阿姨跟我们一起上来。啊，好。很多只，两三只。但是我感觉肯定不止这点。啊！你的反应好神奇姐。我不敢弄它。肯定不要你弄啊，肯定是找姐姐。太可怕了。好。唉，我们墙发霉了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第一次遇见墙发霉的状况。对，我觉得我们宿舍一点都不流通，是不是他们现在都不开空调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没开空调，是不是？我忘记开空调了。喜欢侧脸吗？湿，我觉得不是湿的问题，是墙的问题。谢谢玛雅星的南瓜派对，点题了，点题了。今天我看到好多人，他们有那个南瓜，就是那个发霉的墙的那，对。就是它上面有几只虫在爬，嗯，墙上，老吓人了！我当时看到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崩溃了。这是小的，小的黑色的。我知道了，那天我给那儿墙上做了爬虫。我知道。很小很小，像米粒一样大。那时候就有了。对，像米粒一样大，然后很多只脚，然后越来越硬的。我看到好像不是那样。就是很细的脚，不会飞不爬的那种。不会蟑螂吧？我想，我想喝酸水。啊！救命啊！这个特效不害怕呀，这个特效有我害怕吗？
有我这种这个病娇护士害怕吗？我是一，我不是，我不是一，我很公，和我怕虫子冲突吗？不冲突啊。你们能不能不要再说我弱一了？我今天被人说弱气功，说我弱气功，这是什么词？我在想什么是弱气功？需要杀虫剂？是啊，需要杀虫剂，需要杀虫剂，不是杀虫剂。我觉得我们需要常备，而且还有那种蟑螂，我们宿舍倒是还没有碰到，但是其他宿舍有。好好说话，好好说话，气死我了！我攻我自己。说我弱气功的原因就是说我很容易就说什么我就很容易妥协，很容易听进去。我觉得我这个人很容易被 PUA， 笑死。就是太容易被洗脑。我猜猜，我猜猜看哈，我猜白衣服是公，猜对了吗？咋样？你累吗？有一点，但是我怕明天肿，我明天五场。我已经累到不知道累了。太惨了，王姐。其实喝水不一定会肿，是什么才会是肿呢？就是。吃咸的东西就容易肿。我为什么在喝水呢？因为我在抑制食欲。我现在心里发苦，因为这个它泡了很久了，这个柠檬，然后它就发苦，然后我喝了之后它就发苦，还蛮抑制食欲的。不是他的问题了，是这个放很久之后就会发苦。最佳赏味期已经过了。早上吃没事呀，你要晚上吃就会咸。而且我觉得如果不是需要上镜的话，其实肿点没关系的。你头像又怎么了？你又换头像了？我怎么看不到？无语了，无语了。换掉，换掉，无语。啊，无语了，无语了。你怎么这么快呀、啊、你？憨憨的。其实我不喜欢我憨憨的样子啊，但是你们总是说我憨憨的。什么时候我才可以看起来聪明一些呢？什么时候？神童，神童，确实。为什么总是喜欢就是下定义呢？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说什么刮花什么的。我自己倒是觉得我大部分时间都还蛮花的，大家觉得呢？
要立聪明人设了吗？我没有人设，没有人设就不会崩塌，对不对？没有人设的人设就不会崩塌。赶紧把头像给我换了，多损啊你，亲家。还撕你，除非求你啊，人要有骨气，我怎么可能求你。那你都看过啊，哇哦，你考古考的好那个，你考古考的好久远啊，真的。人要有骨气，说不求就不求，哼，想要威胁我，没门儿。啊，那时候你就在了，但是好像那时候你不常出现，你在窥屏吗？还是在观望？所以像你一样只看直播然后不说话的人有多少呀？窥屏党，我觉得我的妆一点都不那个什么，一点都不可怕。到时候去长隆的时候要好好画的可怕一点。怎么又请谁吃饭了？哦，原来入坑是需要一个契机，一个过程的。明天是31号，1号是最后一天。没有过程就是一眼万年。还蛮神奇的，说实话，你跟小金入坑的契机还蛮神奇的。司你是哪一天直播？你去补档，大家不就 no？ 我说 no。对我来说，过去很多事情不愿再提。感谢 NG 握手会。确实那天我也记得，因为有很多上海的粉丝。对，8月15号不是吧，应该是九月份，9月10多号20多号这样，我记得应该没记错吧。虽然我是一个女生，但是我不经常记日子，什么纪念日对我来说不太在意。9月11，哇哦哇哦，看来小金你是个很标准的记纪念日的人。人是会变的，嗯，那你觉得我变了吗？我觉得就是变化是不会太大的，当然除非你遭受什么重大打击啊，或者重大变故才会变。记纪念日的男的肯定是渣男，笑死了，家人们笑不活了。小金他在说你渣男，没有太大变化。我这人没有什么优点，就是比较如一吧，从始至终。都就是初心不变。这首歌关于时间，他7个前女友，这个确实有 shock 到我，确实挺多的。
我觉得人的话有两三个前女友都算多了啊，不过也不是这样，有个例。以前我们班有一个同学，他前女友有20多个，很可怕吧，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，一天换一个啊。因为9月10号你生日呢，好的好的，不用告诉我。谢谢骷髅的糖果。你生日是教师节啊，你前推有20多个，好的，我理解了，看来是虽然多但都是认真对待。哎呀，大情种啊，大情种，多情是不，你想表达自己多情但不滥情，羡慕了羡慕了。渣男都这么说的，他是渣男那你是什么？家推如火，气推如风，很现实，人就是这样的，喜欢上是很，喜欢一个人是很迅速的事情，但是不喜欢也是很迅速的。回踩啊，你还会回踩啊，我要提防你。原来你还会回踩，羡慕推这么多的，你不是说回踩如山吗？哼，你自己说的不是我说的啊。一转眼已经看西西快2个月，一转眼没想到你们两个还挺长情的，喜欢我这么久，不错不错，值得值得表扬。来听一首 Promise。是的，在我这里2个月都算长情了，我要求不高。我的要求很低的，要求很低的，就是能够喜欢我1个月，我都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。谢谢你们喜欢我已经超过1个月了。谢谢吕小树的恶魔头饰。要求不高，1个月就好。B yeah, Prince Charming， 喜欢一个人是一辈子的事，真的吗？你确定吗？今晚也会不在，你在什么时候才会来？跟你保证，我一直富有，我一直年轻。It's only one thing that I can promise you, that I can promise you. It's only one thing that I can promise you. I love you.、谢谢长子欢笑的荧光棒。明天的公演要好好跳，今天等一下复习一下，我可不想错站位什么的。过了一年又一年也会记得当初喜欢的人，确实就是我觉得喜欢这个事情是毕竟还是会存在的，哪怕后面不喜欢了也会有喜欢的回忆。你有个朋友他推今天下午千秋乐，他哭了，刚才他就找到新推了，我觉得是正常的。对，谢谢菠萝插翅难飞的糖果。你的这个 ID 让我想要召唤一个我的粉丝出来，小菠萝快出来，看一个专门为你量身定做的 ID 出现了。因为我觉得很正常啊，因为大家会喜欢这里的人就是因为
我们是偶像，但是我们不是偶像之后，大家当然可以去选择其他的人。没有没有，别磕别磕，只是说这个 ID 有点缘分。明天最后一首歌，最后他可别再跟不上了。好的，我努力，我尽力，我加油。小粉丝怕了，他们老喜欢，他们老喜欢，就是磕到了，磕到了。我跟你说，我都很无奈。进来拉郎，拉郎是我们的，是拉郎是一件很怎么说呢，中国人都喜欢干的事情，特别是那些媒婆，笑死。唯恐天下不乱，不许磕不许磕。为什么？你觉得意思你对小菠萝有点什么不一样的情感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占有欲是吧？我为什么不能摸？因为我这里贴了个双面胶，你们知道吗？笑死，把它粘起来。中泰大型同性交友平台。金菠萝，金菠萝。怪不得小金要变成金瓜，原来是这个原因啊！磕到了，磕到了！我也学你们 KY， 还敢 KY 我吗？对啊，你看，你今天这句话，就是我今天想表达的。这你也能磕，这你也能磕。所以说啊，大家懂吗？你懂了吗，小金？你已经一周没 KY 我了，不要 KY 我。哇，好苦啊，我不喝了，无法想象它有多可劲儿，多苦劲儿们。喝咖啡晚上还睡吗？这个不是咖啡，这个是柠檬茶。不过茶多酚，哎，不是，是茶多酚吗？对，茶多酚。不过茶多酚就是好像也带有一点点的亢奋。明天喝新鲜的。其实我也有茶了，但是我不敢直接喝茶，苦麻了，苦麻了，真的苦麻了，苦得我表情狰狞。你不喜欢喝柠檬，为什么？我觉得柠檬会让人，就是你在水里面加柠檬，会让人就是更喜欢喝水一点。对于不爱喝水的人，比如说像我，就加柠檬是一个挺好的。对啊，从下午分到现在。谢谢小兰的糖果。其实白开水我是可以接受，但是我不会主动去喝，对，除非我很渴的时候，这就是问题所在了。我在想，如果去接发的话，头发会不会看起来多一些？你们知道吗？接发的话，就是从头部、头发根部开始接，然后你就会多了好多好多头发。你只喝可乐，你是那个地震的那个四川地震的那个可乐男孩吗？啊，31了，家人们。太细了，你怎么知道我头发细？你好像很了解我，你是 Tony 吗？晚安喽，晚安，晚安。今天我度过了一个很有趣的一天，细软发质，这你都能看出来。拜拜拜拜，晚安，卸妆了。